周董，你给我们刘家的根本财富是啥？你咋能自食其力呢？小平，老兄，阴火天放我都不讲，不要让上我们。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如中央认为恰当，请将我的这封信转发全党。
也不知道写些什么东西，别人看不懂啊，嗨，只有他能看懂啊。什么？就在这儿呢。啊。这他听不见，你得使劲敲。好，行了，我走了。好，谢谢你啊。哎，没事没事没事。谢谢。哎。陈景任同志。陈景任同志。陈景任同志。景任同志。院里派我们几位来看望你来了。院里，哎，院里特意派我们几个来看望你来了。你们，景任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恢复工作了。谁？你说是谁？邓小平同志已经恢复工作了，是他叫我们来看你来了。能让我继续搞研究吗？当然可以呀，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呀。我还有没算完的，我还有没算完的，还没算完的。你们要送他到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会诊，病好了以后要给他配助手和秘书，还要解决好待遇问题。你们都记一下，从现在起要立个规矩，每年春节我们国际领导都要去看望和慰问像陈景润这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为他们排忧解难。是。我们现在有个危机，在科学教育方面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现在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听说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每天桌子上都要放着一份每日科技动态，我们总不能自甘落后吧。我想尽快找一些专家学者召开一个科学教育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就以中央的名义发通知下去，要找那些敢讲话有见解的。有啥子困难吗？有的人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而且他们大部分都不突出政治。政治？什么是政治？我看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上不去，你那个政治就是空的。老爷子啊，咱们村下放的干部多少？有五六个。咦，到了。那也就是老秦。
齐郎。老张，城里来人了。城里头的老师，王朗，你好啊，王朗。我们是教育部，领导派我们来接你回北京开会的。哎，信。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我们要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降，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现在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次座谈会的规格要高，要把他们请到北京饭店去住。哟，你好，你好，好久没见了。哎呀，真的可以吗？你在哪？我好，你好，你好，好久没见了，你。老师，给您这个。老七啊，完了没有？哎呀，老七啊，这么多年了，等的就是今天呐！再不整顿，咱们这个国家就要完了。走，咱们找地儿好好聊聊。好，老王，这次邓大人直接抓，我看中央的政策很快要变。不一定。最近你看报纸了没有？对对对，不容易。两个凡是啊。同志们，我自告奋勇地管科学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从何着手呢？我看就得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学才行呢。现在请大家发言。我看到今天到会的名单，大家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苦，都是所谓的臭老九啊。但是今天你们是党中央的客人，是我们的老师啊。我嘛在这里表个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就尽管说。
哦，苏浪，你请讲。你坐下来说，请坐下来说。十几年了，又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里很不平静。现在我们是人才萎缩，青黄不接。我那个研究室原来有18个中青年业务骨干，人称18罗汉，可后来这些青年人都被下放了，就剩我一个孤老头子，你说还怎么搞科研？苏老提出的问题我看很普遍，要尽快解决。是，我不要急不要急，坐到慢慢说慢慢说。我提个问题，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这么长时间了，可是知识分子还戴着那个臭老九的帽子，就抬不起头来，这是为什么？我以为呢，就是因为有四人帮炮制的那2个孤子，他们把建国后的17年啊，说成是黑线专政，把17年就我们培养的那个绝大多数的人才啊，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技术人员和老师们怎么会有积极性呢？老实实说，搞4个现代化，现在还有许多东西绑着我们的手脚，让我们有劲儿使不出来。我斗胆的冒昧的放一炮，不推翻2个孤计，教育和科技就没有希望。你对2个孤计怎么看呢？这个，你是抓教育的，怎么想就怎么说吧。邓副主席，2个孤计是中央发了文件的，明知道是错误的东西，却还要死死抱住不放，说来说去还是怕丢了乌纱帽。我这个人你也晓得，这个三落三起了，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一大把，你们这样犹豫不决，无非是怕跟我再犯错误。我听您的，您下命令吧。坚决地推翻2个孤计，语言要明确，动作要快，这就是我们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小兵同志，我有个强烈的请求，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立刻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现在积压10年的中学生，他们没有书读啊，他们只能偷偷的抄看一些手抄本。现在的老师没有书教，大学里上的是初中课，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今年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今年已经来不及了，报告已经送到国务院了。你赶快把报告追回来。是，今年就恢复高考，这是个大决策，我负责向中央报告，就这么定下来。
邓大人虽然出来工作了，但禁区啊还是这么多。四五事件不能平反，许多冤假错案都得不到解决。我看呢，根子呀就是两个凡事。你说呢，老王？对，这儿有篇文章哎，啊，就是对这两个凡事的。哦，耀邦同志让我们异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可是一枚重磅炮弹呢，能发吗？对这篇文章所带来的后果啊，我们恐怕要估计得充分一些才行啊。耀邦同志说了，不要怕，天塌下来大个子顶不住，小个子准能顶住。你们怎么能登这样的文章呢？啊，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砍倒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你们这是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你们不能这么干。现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光明日报》的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不要以为这篇文章报纸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这不代表中央的意见。现在要注意一种倾向，不能借解放思想的名义怀疑毛主席，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在思想上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对这篇文章要不表态、不介入、不支持，我们必须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维护主席的威望。你们一天到晚讲高举，领袖不立口，我问问你们，什么是真正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凡是反对实事求是的人才不是真高举，是假高举。中央给我们的指示就是要我们对这场讨论不介入、不表态、不支持。实际上你们已经介入了，已经表态了，你们正在扮演着拦路虎的角色。你们天天讲拥护毛主席，但却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不是怪事啊？你们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往后拉了。小平同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大家都想请你到会议上去讲一讲啊。讲些什么啊？最近部队的思想比较混乱，一些干部对文件的一些新提法有意见，特别是对《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力度很大呀，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军队要表态，军报也要组织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对，就是要旗帜鲜明。好，我去讲。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我们有一些同志主张，只要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照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现在看来，真理标准的讨论越来越重要。今天我们这些老家伙摆摆龙门阵。十年折腾，把我们国家都搞乱了，你们的思想也搞乱了。那篇讲真理标准的文章，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嘛。我是支持这篇文章观点的，但有人就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这个毛字可大了。这回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不少啊。也不小啊。这次我在会上说了几句新话，有人就反对，说这和中央讲的不一样，是场对台戏。可见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框里摆脱出来。我主张抓住真理标准这个事，在全党、全军、全国展开一场大讨论。赞成，我同意。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带这个头。现在党内外议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刘少奇的案子，彭德怀的问题，还有彭罗卢阳的问题，刘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这些重大的问题不解决，人们的气不顺啊。文革中朝廷的冤假错案那么多，都要解决。所有的冤假错案要一风吹，凡是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就是我定的，只要是错的也要纠正。有人讲我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都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可一天到晚讲阶级斗争，能安心生产吗？现在真是问题成堆呀。是问题成山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提法怎么样？我建议要研究一下。叶帅这个问题提得好，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不能没完没了，老搞运动今后怎么办？
要找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我看现在就是要下个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不要再提了，现在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是中组部的，我们是特意来向您了解情况的。你打我打跟头也好，把我腿给我打折了，到现在连动都动不了。他把我当成反革命。大姐啊，哎，那胡老家住哪儿啊？在后院。哦，后院。啊，直接过去。哦，好，谢谢啊，哎，谢谢。胡老，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1957年您是怎么给打成右派了。
哥们很辛苦，大家坐。你们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啊？一线二线的工人有没有差别？都差不多，没多大差别。工资很多年都没有动了。我看要实行奖励制度，不能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大庆为我们国家做了多大的贡献呢？可是你们看看，工人们的条件还这么差，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改善他们生活。发扬大庆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但总不能让工人们老住在这个会战时的干打擂里吧。我们要把大庆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家园，到那时我再来看你们。好，老人家，为什么只养两只鸭子啊？多了不让养，要犯错误的。对，农民养两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我看这里很适合种柑橘，为什么不种啊？这里原来是大片的橘园，前几年学大寨运动中砍了，该种粮食了。乱弹琴嘛，要因地制宜，适合什么就搞什么。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这个贫工积分不能学，取消多种经营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这些孩子为什么不上学啊？这里民办教室的报酬太低，都走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小平同志，我们干革命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可是现在框框太多，到处是禁区，一提出问题就上纲到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上去了。哎，我们这些人并不笨的，可是现在是有劲不知道往哪里使啊。你说到问题的根子上去了，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
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我问你，我们搞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归根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哥，我们正等着您给我们开窍啊。好，明天我就来给你们讲一讲。这一阵子我是到处点火，点什么火呢？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搞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有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同志们，现在大家还心有余悸呀，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场革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怎么使我们的人民尽快富起来，国家强起来。对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啊，在电子设备技术方面，希望松下老先生和各位能够和我们合作。総理閣下，新幹線お乗りになったご感想はいかがですか？日本記者問您，副總理閣下乘新幹線有什麼感想呢？哦，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早いですね。早速さっているようです。啊，現在啊，我們更合適坐這樣的車了。今このようなスピード、中国として最も必要だと思います。あ、奥さん富士山ですよ。きれいだ。新幹線我们也要有。
就这么说来说去，说到天亮也没用。不让出去讨饭，不让去唱花鼓戏，依我看，出路只有一条：把地分到各家，自己种。对，别的队啊，能搞包产到户，咱们来个干脆的，搞大包干，分田单干。这样下去，要犯事的。犯了事，坐了牢，孩子谁养？老婆谁养的？我看，就是坐牢，也比出去要饭丢人强。好，既然大家坚持要搞大包干，我们这几个队干部同意。不过这事儿要瞒着上级，千万别漏了啊！行，别漏了。这个事儿啊，也不能让他们几个干部全担着。我说啊，咱们十八户人家立个字据，万一谁出了事儿，谁坐了牢，咱们大伙儿负责把他的孩子养到十八岁。好啊，好，这个山长，我说咱们呢，早立个字据，对啊，立字据。兄弟的肩膀，每期我都看了，看来你的压力不小啊。上一次中央开会，就三个省委书记同意包产到户，我可是个少数派。不要怕嘛，要相信群众，政策要放宽一些。要是每家每户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土地包给主，包给个人都可以吧，这个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可就是有人揪着这个问题不放。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让事实说话。过去我说过，黄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我不收回。老实说，我这次到北京来，就是为大包干报户口的。我带了一份材料，我们干了一年多，
成效显著啊，粮食产量增加了4倍，人均收入700多元，第一次给国家交了公粮啊。老百姓说啊，大包干大包干，吃来吃去不管玩，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群众对大包干非常拥护啊。我这儿也有一份材料，请同志们看看这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说的就是你们的事儿，触目惊心呢、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样搞下去社会主义就完了，你还有脸来报户口？我看你拿的是一本变天账。农村政策放宽以后啊，有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啊，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啊，还按老框框办事情，我认为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所以现在我们要除一下。哎，乡亲们，请大家耐心点，不要着急，书记刚才来电话了，他马上就到，有重要的指示，请大伙再耐心等等啊。说，小平同志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舞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乡亲们，这是。Appena attraversato la piazza Tiananmen, che ho trovato bellissima ed imponente, ma il ritratto di Mao Zedong mi è sembrato decisamente fuori luogo. Secondo lei verrà lasciato là per sempre? Tiananmen城楼上的 毛主席像将永远保存下去吗？永远要保存下去。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从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我们还要把它永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Signor Dan, per noi occidentali ci sono molte cose difficili da capire. La banda dei quattro è stata accusata di tutte le colpe, ma quando i cinesi parlano della banda dei quattro alzano cinque dita. Mi può spiegare che cosa significa? Non si può parlare con loro. Mao主席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多不幸。但是，拿他的功和过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我们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Signor Dan, si dice che il presidente Mao si lamentava spesso di lei, del fatto che non lo ascoltava abbastanza. Si dice anche che lei non gli piacesse. È vero questa cosa? 据说他不喜欢您，这是真的吗？你说的那种情况确实是有过，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受过毛主席的批评，但是我们都很尊敬他。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Significa che sotto la sua leadership la Cina sarà per sempre demaoizzata. 中国永远不会非毛化。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不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都不会忘记毛主席对中国的贡献，他的经验和实务都将成为我们的财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毛主席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把他做错的事情纠正过来，把他想干而没有干完的事业做得更好。A che cosa si riferisce esattamente? 您说的这个事业是指什么？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我们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和责任。Bene, signor Dan.Credo di aver finito le mie domande. 我的问题完了。Domani il mondo intero conoscerà la sua opinione su molti fatti. 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您的观点。Non me l'aspettavo, ma oggi credo di aver incontrato il più giusto e imparziale dei politici. 今天我遇到了一位世界上最公正的政治家。所有发展快的国家在利用外资上胆子都很大，在引进别的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个决心也很大。这件事我们已经抓完了，说干就干，不能再耽误事情了。你们广东有自己的优势，要想办法先走一步。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东部沿海地区要先发展起来，到一定的时候带动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个大局啊。我们已经向中央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我们想在临近的港澳和沿海的一些地区建几个像海外那样的出口加工厂。这个想法好啊，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搞个特区怎么样啊？特区？对，
这个特区，过去山甘岭就是特区嘛。嗯。中央没有钱，但可以给一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大家一杯啊！好，谢谢。董老板，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其他工商业者也是一样。你们早已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帽子可以摘掉嘛？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搞建设的路子要宽一点，海外人士可以来中国内地办工厂，合资合营都可以搞。我们工商界人士都盼望能为国家建设做些事情，我想吸引一些外资，兴办实业。好，就请你来带个头，办一个实业公司，吸收外资，对外开放。特区是一个窗口，你这里是一个窗口，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好，那我得请您给提个词啊。嗯，又要做大买卖了。那我送你三个字：As the present Prime Minister, I'm very glad to meet you. 作为现任英国首相，见到您，我非常高兴。我这个耳朵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调换一下位置。I'm hard of hearing in this year, so let's change seats.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a guest should suit the convenience of the host. 中国有句古话叫客随主便。嗯。I wonder if Chairman Deng has noticed the statement I made in Hong Kong concerning the soft.Sovereignty of Hong Kong. Our two countries have signed three treaties in British Chinese history. Now, we can't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without taking these treaties into account. 现在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事实来谈香港问题。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To be frank,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回旋余地。China has no room for maneuver on this question.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1997年，
中国政府将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英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收回香港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这些人就要下台。If China agrees to Britain's continued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after 1997, Britain will take China'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he territory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ntinued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cannot be ensured unless we do so. 保持香港的繁荣，并不是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实现。它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可以适合香港的政策。我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这才是香港繁荣的最好保证。I'm afraid it will be hard for the British Parliament to accept such a proposal, and it will take a very long time.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英国方面的利益，双方可以进行友好的磋商，但这个问题不能拖。如果在2年之内中英还不能达成协议的话，那中国政府就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Once China announces its decision to recover Hong Kong, there will be disturbances in Hong Kong. Some people even believe that the announcement will have a disastrous effect. 我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时，各种可能性不考虑到了。如果说要宣布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会遇到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Besides that building, there is very good facilities there. 老方，你给介绍一下，我老战友。Sorry. 这个地，这个地名怎么改？哎，老战友。哎呀，老战友来了。欢迎，老战友。这是咱们省地区县各位领导，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你们参观指导啊，多提宝贵意见啊。谢谢各位光临啊。哎，李部长，快请。哎，李部长，你好。你好。听说你们把这么一大片土地都卖给外国资本家了，有这么回事吗？啊，不是卖，是土地批租，以此吸引外资，叫做借鸡下蛋。哼，荒唐。什么叫借鸡下蛋？我看就是要搞帝国主义的租界。这是谁教给你们的？马克思说过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金钱至上，利益驱动，这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新增作坊的报告不能批。什么？我可是合法经营者啊！我现在买卖做大了，我每年向国家交的税也就交多了。合法？你合什么法啊？我问你，你现在已经雇了多少人了？
大约有100多人吧。这就对了，告诉你，雇工超过8人就不是个体户，变成资本家了，你知不知道？这是文件规定的。在这一次的政党中遇到了一个新问题，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雇工问题很普遍，有的党员也雇了许多人，甚至有雇上100人的，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焦点是怎样看待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有人查了《资本论》，说是雇工8个人就是资本家了。安徽芜湖有个傻子瓜子儿就比较典型，有人主张把他关掉。你看画上的这些马，各式各样，多好看呐！要是只有一种颜色、一个品种，恐怕就没得看头了。搞一国两制，搞特区，搞市场经济，老祖宗的本本里有吗？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去世100多年了，我们不能要求他为我们解决今天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要用自己的实践来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我劝同志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我是啊，飞乐音像公司的。哦，您知道补票吧？不太清楚。不知道。嗯。您要是有空，我给你介绍介绍。你们出的就要有你吗？姑娘，你有啥事体啊？哎，杨三侬好，我是上海飞乐证券公司的呀。我们帮侬介绍一种股票，阿拉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种股票呀。哎，对。我们国家有股票了。哎，对对对。我们公司啊，现在在发行股票，你想不想买一点呢？又是股票啊！哎，股票叫我买一眼啊！我要这个股票对我来讲，你是不够啥个兴趣。侬晓得吧？这个股票啊，过去你这是资本主义的么子了，我哪能好像弄股票呢？我说两句啊。现在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呢都已经出现了，我认为呢，真正要搞活企业，股份制是个方向。发行股票债券，资金有了来源，企业推向了市场，企业就搞活了。对对对，股票债券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得清清楚楚，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能把资本主义那一套又搬过来呢？对，这块说的对。哎，我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股票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啊，社会主义哪有这样？你们搞的这个，就是搞资本主义，会犯政治错误的。欢迎你们到北京来参加中美金融的研讨会啊！谢谢。Thank you for this interview, Mr. Dunn.非常感谢您接见我，邓先生。On this occasion, I am deeply impressed at all the profound changes that have been taking place in China over recent years. 看到中国的变化，确实让我感到吃惊。
改革使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将要进一步的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投资啊。Well, I had heard that stock market trading was restricted in China because it was taken to be a symbol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股票是被当作西方经济的象征而受到限制的。股市、证券这些东西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这方面我们刚刚起步啊，准备进一步的、逐步的扩大这个规模。对西方一些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啊，我们都可以借鉴吸收。这是我国刚刚上市的第一张股票啊，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哦、oh, this is very precious. Very precious. 非常珍贵。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我相信确立以江泽民同志为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Thank you.
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昨天宣布辞职。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的电视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宣布，由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建立，他决定辞去总统职务。当晚，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三色旗取代。60岁的戈尔巴乔夫在回顾他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近7年来的经历时，他承认，这些年来进行的种种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结束后，莫斯科。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两大问题。我们现在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黢黑，对国际形势我们还要冷静观察。这一段我一直在想，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上海开发晚了是我的一个失误，但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大的行动，给世界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而且要大开放，要搞得更快更好。抓住机遇啊，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啊，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就担心丧失机会啊，我们办事情正确与否啊，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道路都是死路一条，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的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两只手都要硬呐、啊。两只手不是一只手，一手抓改革开放，一只手抓精神文明和民主法治，严厉地对待那些坏东西，毫不手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10多年时间呐、啊，才有这个样子啊！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呐、啊。1997年，到香港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走，看一看。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希望你不久再来，明年冬天来过春节。明年冬天来过春节。好好。记住了，我们一定搞快一点。地区的差距，力争在下个世纪初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好，要得。我们呢，改革开放的成功啊，不是靠本本，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啊，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啊，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别好，我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啊，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呢、啊、当然我们这些老科学家也很重要，搞科技啊是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呐、啊，我就越高兴。不仅我高兴呐、啊，人民高兴，我们这个国家高兴呐、啊。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句话，我相信它是正确的。按照我们三不足的发展战略，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啊，一百年不动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希望大家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细看今日读，胜读十年书。您还作诗呢？这不是在作诗，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坚持邓小平理论是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的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阶级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全是